是姚蓉老师还有陈小霞老师一起帮我写的歌，这首歌叫做《你怎么看我》。我觉得你们的尖叫都很不平均，你们可不可以互相熟悉一下？好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等到再没看见的时候，我享受自己多与众不同。面对批评否定的时候，又宁可自己很平凡普通。眼看喜欢的人我来做，还搞笑幽默没勇气温柔，藏着敏感女生的脆弱，总爱演帅气男生的洒脱。这首歌啊，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很喜欢说，哎，曾俊文你怎么好像胖了，怎么好像瘦了，我说你是这样看我的吗？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很认真的就是我问好像教会的人吧还是谁，我就说，哎，你诚实的讲你怎么看我这个人，他就说不予置评。对，不予置评，我的人有这么难那个吗？但是好吧，那你们怎么看我啊？再来再来一点。什么啦？一个一个讲啦！哎，你们在讲的仿佛都不是我。好啦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哎，新年好不好？祝大家拿到很多红包钱，爸爸听到了，小朋友都可以拿到很多钱哦。祝各位小朋友都拿到很多钱，爸爸、小朋友拿到很多钱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干什么？
不是啦，是很开心的 shopping。 这首歌送给你们，叫做 I like shopping。